学霸画的圆柱体。看看学渣画的圆柱体，用瓶盖画个圆，画两条透视线，下面画个弧线围起来，开始涂一下调子，接着用纸巾揉擦过渡一下，继续用纸巾画出下面的投影，用小刀裁掉多余的纸张，最后向下调整拍照角度，完成。